传球漂亮，周瑞篮下两分命中，周瑞两分命中，换人，周瑞三分的机会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命中。周瑞有三分，有突破，有助攻，还有篮板球，一个全能的战士。李诗锦，来来来来，冷静冷静冷静。哎，慢点。命中，两罚全中。攻击的话就是周瑞先一个，因为他你身高矮，你也会被别人抓着你身高打，所以你自己去选人，别人打。来打二打二的，漂亮！哎呦，两个小哥。哎，唐日辉跟周瑞。唐日辉和周瑞。那冯汉博，冯汉博。瑞哥跟唐日辉刚上场的时候，看到二 v 二的铁笼里边的选手是冯汉普还有朱家荣，就好像看到商场打两折时候的样子。拎着手就过去了，就是唐日辉就差把瑞哥扛在肩膀上过去了。其实我看见他俩来我还挺高兴的，因为我们就有错位了，他俩的个子都不高，然后冯汉普在内线他就有优势。手手起帽，手手起帽。找好球，可以，朱家荣一个三分，那我感觉这个兴奋，防守进攻太激烈了，就一下子就把自己消耗没了，就感觉都没体力了，而且命中率都很低。好球！没有，罚不中。好，一次篮板。这世界很酷。